没事的 ,CCP, 等下我用真动棒就好了，但下一次请你不要再说那种干翻我的话好吗？就是准备的时间太久了，其实要是准备时间少一点打过去也就打过去，无非是多死几个人嘛，是吧？其实现在我们有14亿人，当年多死几个少死几个，像你行你上，不行别瞎嘚瑟。火箭弹一枚接着一枚升空，轰轰巨响，场面相当震撼。角度看，长城火箭就从福建平潭岛上发射，还在天空中画出长长的白色尾烟，海滩戏水民众纷纷拿起手机狂拍。我这简直就是绝佳观景台啊。佩洛西前脚刚走，大陆解放军马上针对台湾展开环岛六大区演训。演训第一天就朝着台湾周边海域实弹射击，从下午2点左右开始，一系列飞弹射击，还包括11枚东风飞弹。我们圆满完成了在台湾海峡远程火力实弹射击任务，达到了预期效果。大陆官媒甚至做动画。哎呦，别笑！娘娘！哎，娘娘！嗯，哎呦，别笑！娘娘！哎，娘娘！嗯。开始呗，咱走走。你若不相信呢，咱们走走看。你若真有啥，敢去打台湾？你不敢，你完蛋了，共产党。